我们这边的孩子最早就是在那些自媒体刷到了，感觉像在山区里边的孩子，然后条件非常差，但是他们的动作就是一下吸引到我了，期间就穿插那些动作啊，就像NBA球星一样，就是非常好。 球让我认识了很多小伙伴嘛，打球很厉害的，还有给我带来了许多快乐。打篮球的时候，很开心，跟小伙伴一起玩的很开心。拿手，拿手，拿手，拿手。这群孩子他总能不断在超越你的期待，真是肉眼可见的进步，在每一天你都能看到他们进步，所以我就真的愿意教，他们会马上吸收，并且在比赛当中用出来，这真的是天赋。